我的眼里的人人从十方而涌，从地而涌出，人人心中有个灵山塔呀。是啊，菩萨从佛在中来，是从佛心体中来啦，人人都是佛心。那这一股和佛陀的心要到哪里去呀？要往众生苦难处去，因为我们就是以佛心发誓愿，发誓立愿，走入人情，行菩萨道。菩萨所言缘苦众生啊，是啊，天下苦难众生偏多啦。师父睁眼闭眼闭上了眼呐，无不都是人间苦难相。所以闭眼是看第一，第一，2000多年前，佛陀他就是在地球，在人间呐、啊，体悟众生苦，他下定生命的方向，他要去寻找生命的道理，如何才能让人众生脱离苦难？不是物资的缺，最重要是心灵的缺。再有钱呐、啊，有钱就是苦，苦在有了一还欠个九，人生啊，最后还不是空空的，逃之夭夭，去呀啦！回头看，我们走过的这一片地啦、啊，你有没有撒下了利的种子？有没有一草一草一花一木呢？也许有撒个草种、小花种，可能还没有布下了大种子，一生无量。过去也许我们有这样的因缘，有布下了那一颗一生无量的种子。我们现在看看我们这一个时候4000多位，一律整齐，慈诚
委员好整齐的，现在在新殿敬师堂，多么美啊！而且不只是形象美，最重要那一念心汇合起来，合起来，好，好，合心啦，迄个水，光合心用讲的无够，还要合我们彼此之间呐，汇合起来，合啦，双手一拍，千手万手，同一个声音，多响亮的声音啊！这种好好和，那这个好和呢，要做什么的？那就是和和爱，我们彼此约定。我们有共同方向，那就是人间菩萨道，要众力众难，三个难都是大众的力量加起来，所以协力，所以呢三力加一，这三加一叫做想，那想要和，那那一挂来了，无和了，那就是动乱。天下多少苦难呐、啊？天灾容易恢复，人祸呢，破坏可怕。看看金刚，一点都不健康。国度为摧啦，污染山河大地，已经都病了。其实天下大地病了，众生苦了，总是呢我们都在大自然中感受到了整个空气的流转，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净化人心，疼惜大地，菩萨就是勇者，勇往直前，无量义经啊，就是尊师带尊师，问在君心道必然，各位菩萨，很期待今天的所证，不是自己做家追啊！啊，今仔日师父修净化毕业啊，阿弥，今仔日才甲恁认同，你们方向对，堪成慈济人。会看你做主祭人，而且认证你会当受委托，所以恁大家人来到师父的面前，师父就是安尼碰到恁的手，要精进哦，所以要精进哦，双手是万能。创造瓷器世界是要各位的双脚双手，路不要偏差走，手不要分寸错，我们一定呢要做对的事，走对的路，心方向
还是要对的方向。弟子发愿，我们要学习常不轻菩萨谦卑的精神。心配了天台中